那时耶稣对门徒说，不久你们就看不见我了，然而再过不久你们又会看见我。于是他的门徒中有几个彼此说，他对我们说不久你们就看不见我了，然而再过不久你们又会看见我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为什么说，因为我要去父那里。他们又彼此问道，他说再过不久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不明白他在讲什么。耶稣知道他们想问他，就对他们说，因为我对你们说了，不久你们就看不见我了，再过不久你们又会看见我。你们便彼此议论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要哀号哭泣，世界却要欢乐。你们要忧苦，但是你们的忧苦会变成喜乐。